第1399集。哎呦，那可不好说。王五笑呵呵地说，哎，不过这些事情跟咱们无关，咱们只管拿钱办事儿就行了。哎呦，不过那女人也是真值钱，干了这一票，咱们一年就不用开张了，嘿嘿嘿，接下来就能花天酒地的玩了，嘿嘿嘿。哎呦，是啊，钱真是个好东西啊，咱们可不能跟钱过不去啊。来来来，我们喝一杯。张军也哈哈大笑，两人现在是有些得意忘形了。钱是好东西，但是前提是你俩得有命花才行。叶浩轩的声音从外面冷冷地传了过来，什么人？两人一个机灵，几乎是同时站了起来，他们伸手就要向后腰摸去。这里平时都放着刀子，可是他们今天这一摸不由得有些傻眼了，因为他们身后的刀子早就不见了。两人这才想起来，哦，他们在这里本来就是花天酒地把妹子来了，刀早就下了，现在还能从哪儿找到刀呢？而就在他们这一愣神的瞬间，叶浩轩已经进来，把门给反手锁了上去。你是谁？你他妈的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，滚出去！王五破口大骂，但是他的话音刚落，叶浩轩的身形已经化作一道残影，瞬间就打到那家伙的身边。紧接着叶浩轩一拳砸在这家伙肚子上，这货不说话了，他扑的一声把刚才喝进去的酒全部的吐出，然后歪着肚子躺到了一边，手脚同时抽搐起来。你！张军抡起了一张椅子就要上前，但是叶浩轩一把卡住了他的脖子，把他重重的摔倒在地上。张军摔的是七荤八素的，他趴在地上扭曲了起来。我今天来找你们两个，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吧？叶浩轩显得很客气，他笑呵呵地说，呵呵呵，把你们今天的事情全部给我讲一遍，我今天放了你们。你是谁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王五咬着牙吼道，这家伙可不像他表面上的那样老实，他在找着机会反扑叶浩轩。来，这是你们的刀子，你可以拿着刀子来戳我，没事，来吧，我知道现在你们两个肯定不服气。叶浩轩甩出了两把刀子在两人的跟前，向两人招招手。王五和张军对视了一眼，两人蹭的就从地上爬起来，捡起了地下的刀子，对着叶浩轩就猛扑过来，砰砰两声闷哼，两人又被叶浩轩重重地甩到了地上，他们的匕首已经扭曲得不像样子了，他们趴在地上半天没有缓过来。怎么样，还要不要再来？叶浩轩笑吟吟地说，哼，如果要来的话就来，我还给你们机会，但你们不要浪费时间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他们两个不服气，他们不相信叶浩轩这么一个小身板居然能干得过他们两个，于是两个人又嗷嗷大叫地冲了起来，向叶浩轩扑过去。然而结果还是一样，扑通扑通两声，两人扑倒在地上。这一次叶浩轩下手比较重，他们在地上痛苦地翻滚扭曲着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今天做了什么事情？说。叶浩轩一脚踩在王五的胸口，哎呦，大哥轻点，又缓好说又缓好说呀，哎呀，千万不要下重手啊，疼！王五惨叫了起来，他的狠劲儿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说。叶浩轩把脚松了松，大哥呀，咱们兄弟两个平时这都是混个饭吃。
要是不知道在哪里得罪了兄弟，还请兄弟多多包涵一点。王五是好汉不吃眼前亏那种人，一见叶浩轩这么狠，他马上围了下来，他就差点跪在地上向叶浩轩求饶了。他是真不知道叶浩轩这杀神是从哪里来的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这个女人在哪里？叶浩轩拿出手机翻出了李如的照片，看到李如的照片，两个人的身子都是一颤，他们当然认识李如，因为他们的老大把李如的照片给他们了，让他们记清楚。今天一切进行的还算是顺利，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，他们刚刚拿了钱，还没有出来潇洒一会儿呢，对方便有人追了上来，这让他们两个有些傻眼了。认识不？我再问你们最后一次。叶浩轩盯着这俩家伙。不，我们不认识。大哥，这你肯定是认错人了。两人摇头，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。不认识。你们确定？叶浩轩咧嘴笑了笑，这两个家伙看起来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。不认识是吧？那好，很快你们就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的鲜艳了。叶浩轩咧嘴笑了，有些人就是属于那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那种类型的，毫无疑问呢，眼前的这两个混蛋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。不是，哥们儿，这就有话我们可以站起来好好谈谈，你能不能不要？王五还想说几句场面话，但是叶浩轩已经不给他们机会了。于是这间按摩中心的包厢里又响起了一声又一声的惨叫，这些惨叫声当然都是这两个家伙发出来的。负责这个包厢的服务员带着保安过来想看看情况，但是里面说了一声债务纠纷不要多事，门便又关上了。像是王五和张军这种混混呢、在这个地方那多的是啊，而且这种人欠债那也是很正常的，所以说按摩中心的人也是习以为常了，并不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回事，只是里面一声高过一声的惨叫听着这着实有些瘆人。不过现在这个社会嘛，大家都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看待这个事情，所以说就算是里面叫的再欢再凄惨啊，也没有人进去去问个究竟，甚至连报警的人也没有。一个小时以后，叶浩轩终于知道了想要的答案，他开门扬长而去。在一处民房里面，李如不知道被关了多久，抓他来的人也不折磨他，也不虐待他，是在那里好生的伺候着，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而且门口还有两名看起来有些沉默的男人守着，只要是李如需要可以随时叫他们。只是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安静了，安静的让人有些可怕。你要干什么？当李如再一次打开门的时候，门外依然还是那个淡漠的声音，那名保镖依然在门口守着，他也会尽可能的满足李如的要求，除了生理问题不能代劳之外，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代劳。这家伙的服务简直能称得上是五星级的服务了，李如相信哪怕是他要天上的星星，这家伙也会毫不犹豫地帮他摘下来的。可问题是，这样囚禁着不管是谁都会感觉到不自在，何况他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。你们到底是谁？我现在需要知道你们老板抓我来这里是什么意思。李如皱着眉头道，你们把我关在这儿理也不理一下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李小姐只要在这里等着就行了。保镖客客气气地说，
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王八蛋！李如心中的火蹭的就冒了出来，他怒道：你们到底是几个意思？保镖索性不理会李如了，他只是木然地站到一边，一动也不动，任由李如在那里叫骂。骂了半天，李如也感觉到累了，他一步踏出房门就要离开，但是保镖伸手把他拦了下来，他张口咬在了保镖的手臂上，只咬的那个保镖手臂上血肉模糊，但是那名保镖愣是吭都不吭一声，他硬生生地承受住了李如的这一咬。但是李如这一咬也让这保镖狠下心来，干净利索地把他请了回去。砰，金属门被猛地关上，而且这一次就连亮着的灯也关了，只有一个昏黄的小灯在亮着。李如有些气呼呼地坐了下来，他有些无奈，真的他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人，而且从始至终对方始终板着脸不说话，这让他十分的郁闷。而且关在这个小屋子里久了，他感觉有一种莫名的烦闷，而且这一次对方更彻底，只留下了一盏昏黄的小灯在那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身边没有任何的东西，没有手机打发时间，更不知道现在几点，他甚至不清楚这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。叶浩轩来到了一家会所中，这个地方是郊区的会所，虽然这个地方显得十分的高端，但是平时出入的人比较少。叶浩轩从王武的嘴里还得到了有用的情报，这个会所是一个混混的头子开的，他叫杰哥。虽然他不是卢城地下世界的核心人物，但是在这一带也是让一般的小混混仰望的存在。这家会所虽然地理位置偏僻，但是一到晚上生意却是好得出奇，尤其是进进出出的人看起来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而且从这些人开的车上就能看出来这些人的地位。但是放着护城大大小小的会所不去，他们偏偏要跑到这个地方来玩，这就让人有些费解了。叶浩轩径直地走到了这家会所，一名保镖一拦道：先生是第一次来吗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叶浩轩有些诧异地看了这名保镖一眼。是这样的，先生，经常来我们这里消费的人我都会记着的，我看着您有些脸生，所以就断定您是第一次来。保镖倒是很敬业，他笑呵呵地对叶浩轩说：哼，好吧，我是第一次来，怎么，难不成你们这里还需要会员卡什么的吗？叶浩轩笑了，现在的这些高档的会所都搞这一套，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啊。不不不，我们会所来消费的客人都是身份非同一般的客人，所以在您进来之前，我们需要对你做一些问答调查，只要先生填一份问卷就可以了。保镖躬身道：不便之处还希望先生能见谅一些。啊，好吧，还真是麻烦。叶浩轩耸耸肩膀，他跟着这名保镖来到了一处室内，这个地方是监控中心，在这里可以看到会所所有楼层的客人。保镖递给了叶浩轩一份问卷，这就像是平时的爱好调查等一样。保镖递过去一支笔道：先生，请认真地填好我们的问卷。好，没问题。叶浩轩点头，他拿起笔开始认真地填了起来。五分钟他就把这份问卷给填完了，他把手中的笔丢还给了保镖。先生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？保镖拿着问卷问道。以前是医生，现在和你差不多了。叶浩轩笑了笑。我们算是同行呢。啊，先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或者说是不良的嗜好？保镖点头又问道。喜欢漂亮的妹子，这算不算是特殊的爱好或者是不良的爱好呢？叶浩轩又笑道：
哈，先生真的是风趣。保镖笑了。他又接连问了叶浩轩几个问题，然后把手中的问卷收好。先生，现在可以进去了，祝您在这里玩得愉快。谢谢。叶浩轩从容地站了起来，他举步离开了监控室，然后来到了会所里面。叶浩轩来这里，当然不是为了娱乐，也不是为了消费。他来到了三楼的包厢里面，这个地方表面看起来富丽堂皇的，但是里面却显得有些鱼龙混杂。而且即使是隔着包厢，叶浩轩也能看得出来这里面的混乱的气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染着花花绿绿头发的小太妹是一头撞入了叶浩轩的怀里。叶浩轩连忙把她扶起来，只见这个小太妹是一脸的迷醉，她不停地向叶浩轩的身上靠过来，而且嘴里还不停地呓语。叶浩轩一手揽着她的腰，让她不要倒下去，然后另外一只手翻开她的眼，只见她的神色有些迷离，一看就知道是迷幻剂吃多了的原因。老公，老公。小太妹的脑袋是一个劲儿的往叶浩轩的怀里面钻，她的嘴里不停地喊着，而且手在叶浩轩的身上摸来摸去的。叶浩轩一抖，他差点把这个小太妹给甩出去。这丫头年纪轻轻的，看起来刚满18岁，但是她发育的挺好的，身上该有的都有了，而且还挺迷人的。哎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老公。你别乱摸。叶浩轩有些无语地说，他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，现在的小女孩们都这么开放吗？不过这小太妹现在根本就听不进去叶浩轩的话，她的手只是在叶浩轩的身上是动来动去。叶浩轩无语，正当他要用点手段让他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几个染着花花绿绿头发的混混跑了过来。嘿嘿，这丫头跑得够快的呀，哈哈，你倒是跑啊，你跑啊。为首的一个机关头捂着脑袋，他的脑袋包着纱布，很显然他这是被人开了瓢的。他接过手下递过来的一块纱布摁在了脑袋上，看了看不怎么流血了，他才冷笑了一声道，哼，还真的挺辣，哈哈，装什么清纯，来这种地方混，不知道被人上过几次了，跑什么跑，你倒是跑啊，药效上来了吧，哈哈，这药的药力还是挺不错的。有人大笑道，的确是不错呀，山鸡哥，这药可是我从国外弄来的，哎呦，那个姓烈呀，你不要看这妞挺纯的，一会儿她肯定让你受不了啊，嘿嘿嘿。一个小混混嘿嘿一笑道，行，带他过来吧。机关头有些迫不及待地说，嘿嘿嘿，我看这女人还是个处，嘿嘿，好久没有碰到过了，我觉得今天晚上我要转运了。他身后的两个小混混上前一步就要去拉叶浩轩手里的女孩，但是女孩紧紧地抓着叶浩轩的手臂不肯松开，她嘴里是一个劲儿的呓语道，老公，救我，救救我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叶浩轩皱了皱眉头，这个女孩的年纪还小，说不定今天的遭遇不是她的本意，生在叛逆期的女孩或许有些时候一时想不开，所以才会来这种地方的，说不定是一时糊涂，所以叶浩轩决定这个闲事他管定了。不是小子呀，你是不是关节痒了呀，想让大爷我帮你松松骨？我告诉你，有些人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保证现在就躲得远远的，滚！一名混混喝道，我问你们是什么人？叶浩轩笑了，他指了指一直抓着自己手臂的女孩道，你没有看到她一直在叫我老公吗？